Hello， 大家晚上好啊！有的时候安静的剪头发真的很舒服。首先呢，我们今天刘海呢是剪圆形，注意看一下，因为分到是转角线之内，所以呢露位下来是比较直的外线。如果剪方呢，是比较内弧的外线，不适合今天的 model 的脸型。